真茶味，认真有味道。维他无糖茶带你进入正片内容。南孚电池30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四代，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。你干什么？我打车去我的酒店。这就是您酒店？湛蓝就在附近，所以酒店我就订这儿了。你也要去湛蓝，还要跟踪采访，所以跟我住这里。跟你住？怎么？你不想吗？会不会显得我很矫情？不拒绝，我们这算什么？石总，这样不合适吧？哪儿不合适啊？你好，二位的行李已送到。接着说，哪儿不合适啊？你拿着我的卡不合适。哎，珊珊，我刚刚在车上呢，石岩就坐我旁边，你说的话他都听到。听到了正好啊，正好推他一把。他不会都这样了还没反应吧？也不算没有反应吧。我现在就在他住的酒店。那你还有时间给我打电话？房间的对面。实验不行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是经历了什么？不知道旅游是促进男女感情的最佳时机吗？你得抓紧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明天还有采访，挂了啊。还行吧。玉老师，哎，有你的快递。啊，谢谢啊。谁记得？但是经过技术人员专业的调查和检测，发现事故跟电池质量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。湛蓝蓝的电池一直都有非常好的品控，所以请广大车主不用担心，放心驾驶。调查结果没公开就急着公关，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。石总未来的行程安排方便发给我吗？
这是害羞了。后天湛蓝。喂，甄记者您好，我是江总的秘书。是这样的，跟您再确定一下时间，您看您明天什么时候来公司呢？我好安排接待。哦，我已经到了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明天有点事儿。采访能改到大后天吗？您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江总的行程安排。哎，没问题的，那我们就改到大后天上午10点，您看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啊。石总，明天上午审阅商务合同，我们中午过后就可以先去了解了解湛蓝和湛蓝所在的城市。可以。那我们下午见，早点睡哦，晚安。晚安。说吧，你遇到什么感情问题？认识你这么久，你从来没有主动约我喝过酒，约我不约实验，你只能是感情上面出了问题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其实我想知道，怎么拒绝一个女孩可以让她不伤心。你都要拒绝人家了，还担心她伤不伤心？你到底是喜欢人家还是不喜欢人家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是那样。我觉得那个女孩，她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新鲜，所以她才会很投入的在玩这场游戏。她可能不是很认真，只是一时兴起。最关键的一点，我跟她并不合适。游戏？那怎么才叫合适呢？上啊！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从这场游戏里面出身呢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你早就没有把这个当做一场游戏了。你既然觉得人家把你当做游戏对象，你又何必担心人家受伤呢？男女之间之所以能拖拖拉拉这么久，不可能只有一方有情另一方却无意。如果不喜欢，索性直接拒绝，这样才能真的不伤害，不然就是一句怀疑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明天还有课吗？早点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别太晚了。认识他吗？是啊，有谁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我也不认识。Hello， 我是珊珊的朋友。哦，那一起呗。你坐我这吧。谢谢。坐坐坐，请您坐。坐吧。咱们继续继续继续来啊！来来来。哎，又输了，珊珊，又输了，喝。喝。珊珊今天喝多了，我帮她。英雄救美，怜香惜玉嘛。替酒要双倍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哈、啊。替酒喝双倍，替酒喝双倍。没问题。来，珊珊，快快快快快！不玩了，没意思。珊珊，你这就扫兴了？不是你说你心情不好，让我们大家来陪你的吗？是我的错。我干了这杯，给你们赔个不是。
关机。关机。客房服务。毕小姐，关先生有事先离开了。这是关先生让我为您准备的早餐，中式的、西式的都有。关先生啊，还特意让我给您准备了酸奶和桑葚汁，帮您解酒。这里呢，还有一份换洗的衣服，也是关先生刚刚送来的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，可以随时找我们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穿黑色很好看，我喜欢你穿黑色。上午有事儿，醒了来找我。来这儿了解湛蓝啊？没错，湛蓝的江总江少元呢，是土生土长的安城人，也是有名的爱乡企业家，在公共场合多次提起过游人分踏至安城霞光寺。十年前，江总回乡创立湛蓝，后来又将湛蓝做大做强，带动了当地的经济。这些年，江总一有机会就会谈起家乡的好山好水，呼吁外地游客前来安城游玩。所以，要想了解湛蓝，就得先了解江少元。要想了解江少元，怎么能不来他口中的霞光寺呢？怎么了，石总？昨晚攻略没少做啊，这段话背了多久啊？我们记者讲话要有理有据的，说话之前自然要做好功课的。看台阶，你要是摔了，我们今天也就不用了解江总了，你的攻略也就白背了。我才不会呢。我一会儿就把照片发给你们啊！好的。哎呀，帅哥美女，哎呀，二位这颜值可真是太高了！你们可是我今天见过最般配的一对情侣了。啊，我们不是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
今天可是霞光寺最后一天对外开放了，明天开始啊就要闭寺大半年了。二位来的可真是太巧了，这么难得，不如我给二位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如何？难怪今天这么多人，咱们运气还真挺好的。你想拍吗？第一次来这儿，也不知道下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，拍张照留个纪念也挺有意义的吧。对对对对，来这边，这个景最好看了。来，帅哥美女，咱们再自然一点，亲密一点。美女，往帅哥那边靠一靠。哎，两位再靠近一点，更甜蜜一点啊。帅哥，别那么严肃嘛，开心一点。哎，帅哥笑得真好看，美女你也笑一笑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这个好，看着就甜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的？有 CP 感。二位看看怎么样？谢谢，拍的真好。不用谢，你们满意就好。两张照片啊，99，加我微信，转我，我把照片发给你们。这么贵？美女，这可是情侣套餐价了。那原价多少？原价50一张呢。真便宜啊，便宜了1块钱。99，意头好，长长久久啊。得嘞，我把照片修好啊，就给你们发过去。我额外再赠送你们一个指南，那边啊有个求签的地方，小情侣啊最愿意去那儿了。到那里求个签，祝二位长长久久，二位玩得开心一点啊。哎，帅哥美女，哎呀，二位的颜值可真是太高了，你们可是我今天见过的最般配的一对情侣。怎么连话术都是一样的，见人就喊帅哥美女？求签啊！上上签。月老志气多戏弄，良人已至浓情中。什么意思？有解签的到这里来啊！老先生，我这签何解？哎呀，女施主抽的是上级签儿，此乃大吉呀。不过这签儿显示女施主情绪错位，有点儿兜兜转转。不是上上签吗？施主莫急，虽起错，但目前姻缘已现，施主命中注定之人已至，施主可要全心全意的交付啊。你二人是可托付一生的天作之合。原来竟是已至浓情中，而不自知了。月老确实戏弄我，史燕竟是秦乐之的舅舅，但已至浓情中，是不是代表着他对我已经……哎，谢谢，多谢老先生，敬您吉言。施主慢走。你还真信这个？为什么不信啊？佳偶天成，夫复何求嘛。走吧，回去慢慢看。嗯。
这竹筒里怎么全部都是上上签呀？还有跟那位男施主在那站了那么久，定是做了什么手脚。你还小，你不懂，这便是天赐良缘，良缘天赐更要人为。朕书意看路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你哪天去湛蓝？本来是今天去的，但是因为你……因为我什么？因为你明天去啊，所以我就改到后天去了。我昨天看了湛蓝的新闻，发现他们现在统一口径，都是说事故和他们的电池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又不公开相关证据。现在是他们融资的关键时刻，我猜啊，他们大概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所以我就打算明天先跟你去湛蓝探探底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，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这次采访。所以啊，我就改了时间。不过也是因为这样，才可以跟石总安成一日游啊。哼，所以占便宜的还是我喽。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赶紧去下一个目的地吧。还有下一个呀？哦，我可是做了攻略的。咦，两碗黄鱼面，一碗不要葱。好的，稍等。可真是爱吃面。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稿子写完了。我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急需你的拯救。过两天。这样的日子，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趁热打铁，我给你发点湛蓝的资料，你根据这些再搜集整理一些。舒逸姐，你好狠的心呢！啊，放心交给我吧，一定会搞砸的。您好，两份黄鱼面。谢谢，请慢用。小舅舅，小舅舅。工作好多，好辛苦。小舅舅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过两天。怎么你也要过两天？我工作到现在还没吃饭，好可怜啊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小舅舅必须给我带点纪念品和零食回来，以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和疲惫的灵魂。知道了。以爱为营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吃饭的时候不认真，可是会对胃不好的。是我外甥女。她找你干嘛？没什么，吵着要纪念品。有钱人可真有意思，什么都想要，别人的东西也想要，连小地方的纪念品都不放过，真是与众不同。诗嫣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管你想要什么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父亲、你家里人的感受？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什么，可你从来都不理解我。我确实不理解，你已经得到那么多了，为什么你要放弃这些？为什么想要东西这么多，这么与众不同？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？你的人生规划里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人？诗嫣，我们分手吧。当然，石总的与众不同和别人都不同。陈淑仪，嗯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真的不可理喻啊？
没有啊，我没那么想过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和主见的人，你还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懈努力和付出。这世界上那么多人，你要是都跟别人一样，那多没意思。而且石总的眼光还特别好，真的，尤其是你选择了我。做云创的采访和专题。我也觉得我的眼光确实不错。哼，玉友啊玉友，我好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怎么还不来问我？聊一块钱的。玉教授也是刚下班吗？嗯。同是天涯加班人，不如请你吃个饭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没说吃过了，那就是还没吃。是要陪女朋友吃吗？如果不喜欢，索性直接拒绝，这样才能真的不伤害，不然就是一句怀疑。我没有女朋友，玉教授不喜欢男的，还没有女朋友。无功不受禄，秦小姐就不必破费。怎么无功啊？玉教授陪我聊了一块钱的天，就如同江上清风一般，吹走工作带给我的阴霾，让我如沐春风，再次拥抱阳光。如此大的功劳，我何止要请吃一顿饭，起码得十顿。秦小姐不用这么客气。如果工作压力真的太大的话，可以试着做一些排解压力的事情，比如说极限运动。当然了，也不要太勉强，实在排解不了的话，可以考虑换一份工作。玉友，你是哪个庙里出来的高僧啊？怎么完全不近女色啊？谢谢石总今天陪我玩了一天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嗯。你说话呀，别人给你说谢谢，你都不用说不客气吗？你说，你要不要？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呀？没出去玩？我在家呢。你别管我了。你跟诗燕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，工作呢。这个点可是你的黄金时间，打给我肯定有情况，要躲追你的人。啊，你这么厉害，这么明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跟诗燕进展到哪一步了？牵手了吗？接吻了吗？管这么多干嘛？管好你自己吧。老这么躲着也不是事儿，我挂了。施主命中注定知人已至，
你二人是可托付一生的天作之合。你知不知道今天田叔叔在办公室里狂轰滥炸了我多久吗？他一直在问我，你这次去是不是就能搞定炸弹？我只能不停地给他倒茶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可得想好怎么办。要是他们知道你还有别的打算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要把陈胜留在江城，自己去安城？你今天晚上没出去吗？啊？我还有事儿，先不跟你说了。我睡了，你也早点睡，明天见。晚安。早。我们都等了20分钟了，他们有说什么时候来接我们？石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二位久等了。今天江总特别的忙，我先带二位呢参观一下，参观完之后带你们见江总。麻烦你了。这边请。江总，石总他们来了。你好，江总。你好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特助。哦。石总和特助这次来安城，有没有去霞光寺啊？那里风景很不错的，值得一去。去过了。嗯。坐。看来实验这次碰到硬骨头了。哎。石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，不像我们湛蓝这种老公司，十多年了比较保守，选择合作伙伴呢也相对谨慎，不敢轻易尝试。年轻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喜欢迎接挑战，也不惧怕失败。云创对湛蓝的合作非常重视，对云创来说这笔资金也不是个小数字，所以我们面对湛蓝会非常慎重，这也是这次我亲自拜访的原因。那石总有什么见教呢？江总有了解最近发生在江城的恒星新能源车事故吗？没听说过呀。哦，刚好我这位特助就在那辆车上，不如请他给江总讲讲当时的经过。我那天乘坐的网约车是恒星牌的，事故发生当时车辆突然降速，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停车，引发了后方车辆追尾。这听上去好像是网约车司机的选择吧。任何产品都有不确定性，尤其像汽车这种复杂的产品，各方面都可能会引发事故。就像你们投资公司，能保证投的每一个项目都没有风险吗？
而且那个司机在转弯的时候还有30%的电量，这完全是操作失误，跟电池没关系。云创啊，作为一个投资公司，应该评价的是一家公司的整体价值和潜力，而不是揪着一个单一的事件不依不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云创这种合作伙伴和我们湛蓝可能没办法一块走下去。那我想请教一下江总，您作为电池行业的专家，您觉得这起案件是不是因为电池引起的？最近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18起了，对此湛蓝是否有解决的方案，或者有专案小组应对？石总，你现在的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我司的机密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。好，感谢江总的分享。通过湛蓝第一轮筛选的总共有6家公司，最终我们会选择其中的3家。既然石总是个输得起的人，那就赶紧回去找找新的项目吧。哦，路上呢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要给贵公司的各大股东一个什么样的合理交代呢？这有什么好交代的？石总亲自沟通和调研，确认了投资风险，回去后重新选择合作方更真诚、风险更小的项目，股东们高兴都来不及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难道要解释湛蓝这么大的公司，面对产品问题不是第一时间想办法解决，而是选择息事宁人吗？在来之前，我一直对江总十分敬佩，认为您能留在家乡发展事业，带领湛蓝成为行业的龙头，是有情怀且有担当的。只是没想到，现实和想象的差距竟然这么大。走吧。哎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会不会正在发愁？我刚才把话说的那么绝，估计云川跟湛蓝是合作不上了。然后又提到了股东的事，戳中了他的心事，他现在肯定气死了。完了完了，他该不会是要订机票回去吧？去安宁餐厅。好的，石总。啊？郑特助是有什么意见吗？哦，没什么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我怎么了？因为你还不饿。哦，我现在饿了。哦。刚才江总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云创的股东们是不是都特别希望你能拿下湛蓝？嗯。那他们是不是都不知道你是来安城调研的？嗯。那我刚才那么说，现在怎么办？你刚才不都替我说了吗？回去后重新挑选合作方更真诚、风险更小的项目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嗯。申记者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对于这次的投资，我和几位董事们的意见不同。这次的事故确实提醒了我，所以我才会亲自来考察调研。我可以接受不够完美的产品，但不能接受回避问题的态度。如果湛蓝的电池真的存在问题又没有解决方案，那对云创来说投资风险就过大了。所以你说的都对。你刚才在湛蓝说的那些话，正是我要回去说给几位董事听的。而且郑特助用词准确，语言铿锵有力，一针见血。
给我做了很好的示范。你不是饿了吗？服务员，点餐。你是不是跟范师傅说错地方了？他有事来不了了。来不了，那我打辆车吧。我不坐别人的车。那我们继续等。也可以走啊。走？嗯。真要走吗？有点远哎。月窗做萧瑟。